好，现在要怎么样子？修无漏，无有漏，色与空对。为什么会有漏？色，这个色不是讲好色了，就是攀缘色相，是。我们人就是会去，那么造业就是攀缘色相不管你攀缘的是爱情啦、财富啦、知识学问都是缘色，攀缘有形有相的这个世间的一切，然后就造种种的业，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都是造业。所以有漏，就是会去攀缘色相，攀缘色相，所以有漏，所以漏洞百出。为什么说攀缘色相会漏洞百出呢？我们小心谨慎一点就好了，把事业搞好。把婚姻搞好，身体也是个色相啊。把身体照顾好，不是很好吗？问题是啊，色无常啊，色是无常的，所有一切色相，它不是好好固定在那里给你控制的。所有的色相啊，缘起啊，无自性啊，色有一种特质，缘起无自性。它不会单独存在那里的，像你的身体，我把身体照顾好，你照顾不了的。你的身体跟外面的所有的因缘是一体的，叫合同的，它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你的身体就像什么？就像这杯水掉到海里面一样海里面的一杯水。海里面一杯水它早就融化到整个大海里面去了。那你的身体会受好多好多的因素影响这是你可以控制的。受空气、受饮水、受食物，那也就算了，还受社会，受媒体，受大气层，甚至连马会都会影响到你。今天就听到我父亲都90几岁在看扁马会，今天不是扁马会吗？下午，嘴巴骂个不停，那没有影响，会影响到身体血压马上升高说你不要看到那量血压180不要看，不要看，就是身体会被影响，对不对？扁马会干你什么事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连一个身体就是最好照顾的东西你都照顾不了，所以为什么说漏洞百出？更不要说你要去维持婚姻、教育子女，那问题更大，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怎么去管到别人呢？他说事业更庞大。最近不是有一个经济犯叫梁伯勋，以前也是政商名流，对不对？现在变成阶下囚，这叫有漏啊。都是碰运气简单的说，都是碰运气，侥幸运气好就没有沉船，但是都是破船；运气不好就撞船了，就沉了。所以说，缘色造业有漏，无漏法身怎么样呢？要修空空无相无作，叫三法印。三法印，
空无相无住，看到世间的一切色，没什么好攀缘的，一切是空，无自性，抓不住的东西，何必去抓？抓得住我们就抓了，你连你身体都掌握不住，何况其他呢？何况其他？比如说你越养生哦，越糟糕。越养生你越担忧，为什么？越重视养生的人越发现生很难养啊，生命很难搞啊，对不对？越重视养生的人他吓都把自己吓死了。像后学那边有一位道亲，哇，很重视养生啊。然后吃的食物啦等等的。哦，精挑细选，后来得了那个免疫系统失调的毛病。这血小板啊大量降低，为什么原因不行？我认为就是紧张过度，担忧太多。那最后已经到达什么程度了？到达这种气场治病论。气产导致生病，它是空气哦，它的气还是气味的，它只要闻到不对的气味哦，它就哇，好像整个身体就崩盘了，那就是心理作用的，哪有这么严重的？我说你闻到什么味道？他说那种吃肉的人哦，经过他的时候，他闻到他身上放出一种腐臭的气味。我说我怎么会闻？怎么会闻到的？他说哇，然后一闻到我就血小板开始降低了，血压啦什么通通出问题了。那个太重视养生的人了，他对环境的敏锐啊已经神经过敏了，简单的说。食物更是不要说了。我看他吃的食物都很可怕。水啊什么的，能量水啦又什么水的。连吃药都搞一个仪器啊。现在不知道谁发明那种骗人的仪器，他老实讲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骗人。好贵耶，几十万的那种仪器啊。然后那个药啊放在这边，然后一杯水放在那里。你们知道不有这种台北大都会才会有的。然后那个仪器开始转了。然后那个药呢，药里面的那个能量啊什么就灌注到这个水里面去。那你就直接喝这个水就好了，不要吃药。这个他也相信。那个养生啊，所以一定有漏的嘛，越搞越捅鼻漏越大，越捅鼻漏越大啊。所以说呢，要看清楚，不可掌握，空啊，无相无住，一切相的无啊。所谓的空，它的无相，并不是空无一物的无相啊，而是一即一切。一起一起，有相即是无相，等于无相啊，等于无相，因为无自性。他所谓无相是没有自我的存在，任何的存在都是集体存在，都是集体存在，所以你不可掌握啊。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一样，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像一滴水融在大海里边，你根本不可能把那滴水再抓出来的。所以既然无相就无作，无为，没什么好做的。无为，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啊。所谓道常无为，为无不为啊，为而无为。正是因为你没有刻意要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你才无所不为啊！你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可能性，没有说哎锁定了我要去成就一件什么事情啊。很多人都会问后学一个问题，有一次有一位道亲就跑来问我，很同情，到底还是啊，我们承受自己的苦难都很痛苦，我看很多人跑来找你，垃圾一直往你身上倒，你怎么去解决？
事实上，他自己刚刚才倒完一大桶垃圾在我这里，心里很舒服了，才有心情讲这个话，同情心才跑出来。那怎么解决？第一个就是那些烦恼啊、痛苦，每个人都到你的面前愁眉苦脸、哭诉啦、等等的，那你也不见得解决得了，对不对？光听就够烦恼了，还要帮他解决，你怎么处理呢？你连处理自己的问题都很难处理了。你怎么去处理别人的问题？自己的问题，自己家庭的问题，自己工作上的问题，自己的人际关系，都是千求百结啊，一言难尽的。这么多人的问题怎么解决？为什么我们有失去应对的能力？人有一种应对的能力，也是应变，任何的变化都可以应，都可以应。这个叫什么？常应常静，对不对？常清静矣。关键就在有没有常清静，空无相，无作，常清静。你越是有为啊，你越是锁定一些范围去做啊，你就失去那种无所不为的能力，全知全能的能力。你就失去就像你的手抓着杯子不放，你就没办法再去抓别的东西了，因为手什么东西都可以抓的，可是因为你这个杯子不肯放啊，对不对？你对自我、对家庭、对你整天揪在那里嘛，对成就、对自己所担忧在乎的一切抓着不放，那你心就是老是想这些啊，所以你就像手抓着杯子一样啊。抓得住杯子而已啊，甚至杯子都抓不住，因为太用力了，僵硬了，杯子都抓不住了。很多人一辈子就想抓着杯子，抓着你的工作、事业、家庭，到最后终于抓不住，掉下来了。恭喜你掉下来了。有的人真的是抓不住，终于掉下来了，但是已经快死了，最好还没死就掉下来了。抓不住的掉下来还可以修道，一辈子都给他抓得住的那种很难修啊，那就刚好勉强可以维持，好辛苦的维持，好辛苦的维持他所重视的一切啊。然后你叫他放下，他也放不下，最好他抓不住了，不得不放下，他才会修道。所以这就我说的，黑暗之中有光明啊。他陷入黑暗期，一切都粉碎了，这时候他反而要来修道。所以今天要修无漏法身。空无相无住，才可以修无漏法身。有作有为尽下流啊！为什么你会有作有为？因为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这是错误。我们刚才讲的，就连你一个身体你都搞不定，不要说搞一个外人，内人都搞不定，不要说搞外人。所以三法印，空无相无住，来对什么？对这个啊，缘色造业。攀缘，我们常讲攀缘，攀缘，我们攀那个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既然是缘，缘与缘相环环相扣，根本抓不住的嘛，攀不住的嘛，攀得住就攀了，攀不住的，它流动不拘的嘛，对不对？你想想看，你抓你的小孩抓得紧紧，抓得住吗？对不对？流动不拘的嘛，老公抓得住吗？最好抓不住，抓住的被你抓得住的都很枯燥的，很没有意思的，都有点问题的。所以色与空对，动与静对，空无相无作，修无漏法身。修无漏法身，那修无漏法身之后呢？不是说就极静、极然不动了。我们讲为无为，无不为，对不对？大静之后才有大动。
和世间人的动不得、静不得，那是大不相同。世间人动挥洒不开来，静又静不下来，啊，动静两难。今天呢，啊，一旦你契入这个无漏法身，怎么契入呢？三法印契入，啊，三法印契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动静如如。啊，动亦如，静亦如，动静如如。这时候你不能说偏执说，说啊，我无为，我什么都不做了，不是，反而无所不为，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刚刚讲的，什么人、什么事，你都可以处理，都可以接纳，任何人都可以来找你，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去做。啊，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做的，什么人我们都可以接引的，接引得起来。很好，普度有缘。接引不起来，没有办法啊。佛门虽广，难度无缘之人，无缘嘛，没什么办法。像是那天有上个礼拜六有一对夫妻来听后学讲易经，还是太太带先生来的。太太说听不懂，先生听得津津有味。先生来的时候呢？啊，这好像好勉强的来了，就听了以后津津有味。太太的如坐针毡，一句都听不进去啊！你怎么说呢？很难说的啊。所以说人有缘无缘嘛，我们就去度嘛，不要有那种得失心嘛。度得起来有缘嘛，度不起来无缘嘛。事情对不对？有难有易嘛，啊。有成有败嘛，做的成很好啊，成也很好啊，败也没什么好、啊。总是世间失败的事情太多了，孔子也失败了，孔子要把治理鲁国，最后失败了，最后失败了，没有自成啊，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失败，事情最多做不成嘛，是不是？做增广见闻。不要怕，我们世间都会想，哦，这个人我有没有办法救？这个事情我做得成吗？我可以解决吗？解决事情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解决的好，一种是解决不了，都可以啊。解决不了也是一种解决，总之你去解决了，渡人也有两种，一种渡起来，一种渡不起来，很简单，渡不起来也是渡，渡得起来也是渡，都渡了嘛，你不能说确定渡得起来我才去渡啊。重点不在渡得起来渡不起来，重点在渡了没有，重点不在成全得起来成全不起来，重点在成全了没有。我们人会去考虑到渡得起来成全得起来，事情做得成功做得失败，问题就在有为法。你如果三法印契入真理的话，你不会有这种想法，反而无所不为，动静如如，静的时候什么都不想，空无相无作，动起来的时候呢，全知全能无所不为，不怕失败的，不追求成功，不害怕失败，这种人才是办道的人，这种人才是办道的人。先想好，量胜而后进啊，这个不是勇士啊。考量好我会战胜我才要往前进的，这个不是勇士，非勇也。这个孟子就有讨论了、讨论什么叫勇士，什么叫勇，什么叫大勇，大勇之人势不胜为胜，就算不会胜利我也要往前走，势不胜为胜，量胜而后进呢就不是勇。为什么会量胜而后进？就是因为有漏法，有漏的报身，就是重视的是成败得失，无漏法身是不看的。所以动静如如，
可动可静，当动则动，当静则静，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静如高山，动如流水。动与静对，不会偏到动，不会偏到静。清与浊对，我们修行的人啊，很重视这个清净啊，清净佛国，像佛堂也要清净。这边清净是这个清净，清净佛果。相反的就是五浊恶世，但是清与浊相待而生，有清净佛果。就有五浊恶世，有五浊恶世就有清净佛果。所以污泥人生莲华，高原陆地不能生之。高原啊，陆地啊，没办法长出最美丽的莲花。花朵里面清净的代表就是莲花啊，莲花就给人一种清雅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它生长在最肮脏的污泥里面。所以所有的诸佛菩萨清净佛国都是在五浊恶世里面成就的。清与浊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家出家，原因就在这里。在家是浊啊，出家是清啊。但是在家即出家，出家即在家。所以我们道亲都有自己的事业啦，家庭啦。事业家庭是浊啊。但是呢，道就在里面，佛国就在里面，清与浊对。所以讲清净佛国，就要讲五浊恶世。你不能说我一心的要往清净佛国去。树要长得越高啊，就要越往地下扎根，一定是这样。成就在天上，耕耘在地上啊。所以清净佛国，它的种子呢，是种植在播种在哪里？五浊恶世，播种在五浊恶世，烦恼即是菩提。相反呢，你说清净佛国，我们时常看不到清净佛国，我们用佛堂来形容，那就佛堂说清净吗？你若执着光是在道场在佛堂，这个清净的佛堂里面一样有五浊恶世，有是非，有恩怨，有情仇，都会跑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封闭在这个佛堂里面啊，死水必腐啊，对，那个水如果不流动一定会腐败的。死水必腐。所以清与浊往往是互为基础的，互为基础的。一个人光图清净啊，最后就要污浊，一定是这样子，绝对不能落入一边。光图清净的人啊，最烦恼，图清净的人最烦恼，最苦恼。真正的清净是在
五浊恶世里边成就的。为什么说图清净的人最苦恼？上回有一位西班牙的道亲到台湾来，然后他跑来找后学，他就说他在西班牙认识很多朋友，因为他本身是艺术家也在艺术学院教书当艺术老师，自己也是个创作者。但他认识很多艺术家，艺术家都很图清净。他说他那些朋友，艺术家朋友跑去欧洲欧洲有，不过西班牙本身也在欧洲啦。那欧洲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古老的修道院，天主教的修道院。那他们现在就有一种静修寺，那个静修寺完全与世隔绝。他在里面住个3个月半年。你付一些伙食费，吃很简单的食物。喝清水，吃很淡的食物。然后住在那边半年，清净的不得了。我们一定很羡慕，要是我们有机会的话，像那些艺术家都是随时都可以抛弃家庭啦，他们没有那种观念，他们追求一种心灵心灵的纯净。哇，他说出来都要发疯了。就出来听到那个汽车喇叭的声音好像比平常比没有闭关以前大了几千倍那种感觉。因为踢笑那样。你可以想见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阿罗汉入定8万劫出来以后直堕地狱。为什么会直堕地狱？你想想看，清净了半年出来就受不了了。清净了8万劫，对不对？几千万年突然间因为有入定就有出定突然间出定哇，那一只苍蝇飞过去就可以让它发疯了，对不对？嗡嗡嗡嗡啊，气笑啊，它不直接下地狱才怪。所以说清反而有大浊，清与浊对。越图清净的人越受不了污浊。真正污浊的是你那个心。图清净的心。执着清净的心最污浊，因为它会扩大那个污浊的可怕度。让你怕痛的人会增加这个痛的可怕。小的时候就时常打针的时候，像有的还别救护的那些娘，我被戏啊，妈妈，我被戏啊，我被戏啊！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同学？就是有这种同学，就肌肉紧绷的，刺下去以后，那个针断在里面，更糟，我还要开刀把它挖出来，更痛。那真的有那么痛吗？没有，因为越怕痛的越痛，越怕浊的越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五浊恶世。不要害怕五浊恶世。相反，在五浊恶世之中你才可以培养你真正的清净心。培养你真正的清净心。你才会发现那些污染我们人这种接受这种污染融化污染的能力有多强。一旦接纳他以后，就发现根本无所谓，无漏法身无边无际。有漏的报身是在这里，无漏法身是无边无际，什么都可以消化的，什么都可以消化的。就像你就怕你怕他。今天才有道亲在问，我实在是受不了受不了穷受不了病，受不了肮脏，受不了混乱。我说没有你受不了的。肮脏、贫穷、混乱，我们都受了几千万年了，经验很丰富了，没有受不了的。人世间只有一个东西受不了，什么受不了知道吗？就是受不了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让你受不了。你说我受不了，你就真的受不了。对。我接受，什么有不能接受的。
真正坦然接受，死亡都可以接受啊，不接受也要接受啊，对不对？哦，疾病、死亡、贫穷、困苦，都是能接受，你接受都很坦然啊，不接受所以苦啊，没有受不了的啦。娑婆的意思是什么？除了是五浊恶世，还有一层什么意思，知道吗？贪忍啊，贪忍啊。勘定，会勘呢？有没有听过？每个人都就会勘呢，每个人都受得了。他会勘呢？哎呀，会勘呢？没有不能接受的，没有不能忍受的。而且呢，这种容受之心就是一个清净心。什么是清净心？不是远离污浊，是接受污浊。我接纳它。我不会起嗔恨心，这就是清净心。一般人受到污染中会嗔恨呐、啊，被人家辱骂啊，或是疾病，或是贫穷，会起怨恨之心呢、啊？我在疾病、贫穷之中不起怨恨之心，这才叫清净。对啊，不起怨对之心，这才叫清净，这才证明你是清净的。所以说，清与浊对啊。好，我们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一。在，好，谢谢，谢谢诸位前辈。